小 S 的二女儿 Lily 自从和妈妈一起出席活动后，惊人的美貌引起关注，她也不吝啬的在 IG 和粉丝互动，以及分享超多美照。之前要拍摄第一支 Vlog 时，画面还被姐姐和徐老三乱入，也让人看到三姐妹私下可爱的互动。九号中秋连假，她也在 IG 分享了家人聚餐，影片是由小 S 的大姐拍下具俊晔展现超狂厨艺的画面，引发现场惊呼：好强哦！好棒！好棒！其实之前小 S 出席活动就有说过，具俊晔很会做菜，还开玩笑说有可能不当 DJ 了，要转行当厨师。之前具也PO出自己为大 S 做了一桌韩式料理，有烤肉、大酱汤等，满满都是对老婆的爱。这次中秋节，具俊晔在展身手，料理看起来根本就是餐厅等级，只能说欧巴不止虏获大 S 的心，就连大 S 的家人也没办法不爱他啦。